来自桃园的一间铁工厂头家吴中德是布隆族人，这几年感觉家己小有成就，特别带着志工载大批的民生物资到信义乡九美部落送给中介小一户，希望为有困难的信义乡亲尽一份心力。载着三车物资，为桃园专工来到信义乡九美部落，从部落中六十民众需要的物资来进行捐赠，有米有牛奶粉，经过病人上需要的大人用药柱啊。不少同住甲遥远路顶，因为同款身为布隆族人的企业头家认为，这是伊应该做的，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会当有更加侪爱心企业来帮助部落的弱势民众。鼓励呐！自己本身哈就工作上有一点小成就啊，所以就到处去广发这种物资，然后我也希望说能够就是以身作则啊，看有没有带很多更多的人来跟我一样这样子来就是默默在行善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是以中华民国乌里朗公益慈善协会的名义来做这个行善的动作。来自桃园的一间铁工厂头家余忠德，这几年来成立乌里朗公益慈善协会，用心帮助有需要的关注民族人，无论外乡拢真愿意带着家己的家己甲志工尽力付出回馈社会。这次来到九美部落，更是用心奉献行动无方便的弱势民众，送上物资也早来真心关怀和祝福。乌里朗的公益慈善协会啊，来到部落来啊，把他们的爱心啊送到部落，让部落的有需要的啊都能够受惠。那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啊，送了将近30份的物资，而且都是蛮大包的。那也感谢他们在常年卧床的，他们也亲自到家里来慰问，来去关心，真的是非常感谢。也希望他们这个公益活动都能够顺利。除了大份的民生物资，乌里朗公益慈善协会更是大型送来朋友需要的卫生用品，展现协会志工用心以及爱心企业头家事业有成后，更不忘帮助有需要的族人，也成就台湾上美丽风景。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